啊！啊！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你们是什么猫？来叫一声，喵呜！我要发火了！看清楚，我们是老虎。老虎就是书上说的那种有锋利牙齿的虎族啊！找到了！原来老虎真的存在。看看这爪子，看看这肌肉，可算安静了。终于能好好研究一下老虎了，上啊！这是传说中的那本笔记。这难道是苏博士那本冒险笔记？原来真的有这本书。终于见到它，我的心愿实现了。没错，这可是苏博士亲自记录的冒险笔记。我是卡考，这是奇趣，我们正在旅行，通知神奇星的各个族群，提防外星人再次入侵。真的是苏博士的冒险笔记啊！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。他们就是书虫。没错，书虫都是很爱学习的。你俩又不是书虫，怎么知道这么多书虫的事？这个嘛，这本冒险笔记还有另外的功能，我展示给你们看看吧。喂，我的冒险笔记啊！站住！请把笔记还给我。不行。是张航。很抱歉，从我们书虫城市建立开始就立下了一个规矩，所有在城市中和书有关的东西都属于书虫城市和我们全体书虫所有。所以从冒险笔记落在书虫城市那一刻起，它就属于全体书虫了。这样也行。大鸡小万，是这样的吗？没错，这就是书虫城市的规矩。但是这本笔记对我很重要啊。这真的是苏博士那本冒险笔记。那对我们更有研究价值了。你们看，这个城市传说是苏博士为了传承神奇星的知识设计的，你可以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研究。我是有研究，没错。这就对了，来，把笔记抬走，收好。但是，卡卡真的要把笔记交给他们吗？既然是苏博士立下的规矩，就先让他们研究一下吧。那你的背包就再也启动不了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跟我学功夫吧。只要你不怕苦、不怕累、不怕疼就行。你怎么不长眼睛啊？这个算了吧。我觉得所有书本都归书虫城市根本不合理。知识不是属于大家的吗？知识属于大家？对啊，难道不应该让所有神奇星居民都懂更多的知识吗？我明白了，苏博士设计书虫城市并不是为了保管书本，而是要守护知识。而且我们要阻止盗猎团的阴谋，就绝对不能失去冒险笔记。师傅，救救我们。不行，书虫城市的传统不能破坏。为了守护神奇星，我真的非常需要这本笔记。抢别人的东西还这么有理，你们是强盗吗？你不要乱说，我们可是知识的守护者。书上说的，未经别人的同意拿走别人的东西就是小偷。我们可是知识的守护者，就是小偷呢。你们书虫就是一群强盗。琪琪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强盗，小偷。既然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，那我们决斗吧。谁赢了，这本冒险笔记归谁。
就是，谁赢了就归谁。决斗比武吗？太好了，我可以打十，不打一百个。啊！千万不要比呀，太恐怖了。比武太粗俗，我们说的决斗是书虫城市特有的烧脑大决斗。啊？烧脑大决斗？我们干嘛不抢了笔记就跑？他们根本追不上。那我们就像强盗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能赢。只是这烧脑的比赛我可帮不了你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冒险笔记已经就位，烧脑大决斗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首先有请我们的书虫的代表蔡高博士、巴豆博士和书王博士。师傅、你真的要和他们比吗？他们是谁？他们就是书虫城市有史以来学历最高、知识最丰富的三大学者。这才刺激，我卡卡也是大都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天才大侦探。不愧是我们的师傅。下面有请我们书虫城市最公正严明的聪聪博士做裁判。这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大概是书虫国王。原来是个机器人。烧脑大决斗马上开始，请双方选手进场。师傅，接着。师傅，这是我们为你特制的超级补脑饮料，它可以提神醒脑，消除疲劳。这是我们最爱的饮料，一定可以帮助你赢得烧脑大决斗的，每次喝完都会精神百倍。谢谢，我不会辜负你们的心意的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就是我们最爱喝的超级辣椒提神水。卡卡吃不了辣椒的，这下完了，谁来比试啊？我。你们还不出战，是要认输吗？如果认输，冒险笔记将归书虫所有。我。很好，请马上就位。烧脑大决斗以问答题形式比赛，题目是从书虫城市中央电脑知识库里筛选出来的11个问题，先答对6题的一方获胜，大家明白吗？那么烧脑大决斗现在开始。第一题，请问什么东西可以破坏钢铁、打碎岩石、推倒城墙，还能把高山推平？奇奇选手请回答。答案就是我们虎拳的终极绝招，能开山劈石，无坚不摧。回答错误。答案是时间。回答正确。为什么是时间啊？算了，听不懂。好，各位请安静。第二题，请用这6根木棍首尾相连，摆出4个面积一样大的三角形。4个三角形简单嘛。首先把4根连起来，然后交叉放2根，然后怎么连不起来了？我知道，我们一起来。回答正确。第三题，桌子上有12支能燃烧半小时的蜡烛，10分钟的时候被风吹灭了2支，20分钟的时候又被风吹灭了1支，请问1个小时后桌子上还剩下几支蜡烛？
我知道。三只？不可能，你错了。十二减三是剩下九只蜡烛。回答错误。答案是三只，因为一个小时后蜡烛全都烧完了，桌面上只剩被风吹灭的那三只蜡烛。回答正确，3-0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师父别激动啊。书虫队回答正确，4-0。哇，好厉害。书虫队又答对一题，5-0。琪琪选手，特别提醒你，现在比分是5-0。你再输一题，书虫城市就赢了。不能再输了，一定要赢回来。